现在鸡喂完了，然后回家吃大餐啊，今天晚上吃好的。就我老姐说今天晚上吃烤肉，走回家吃烤肉去。现在回家了啊，今晚又是丰盛的一碗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老姐，老姐的厨艺好啊。我长这身肉就是吃的。老姐要减肥，少吃一点啊，全是肉。不行不行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天呢，你可真牛！烤肉啊，烤肉，烤肉，烤肉自由了，兄弟们！爸爸，你女儿会吃啊？兄弟们开始了啊，往死里造啊，硬的，一口啊，老姐，啊不得了，又要长胖了啊！你丢掉再玩，给你吃。给我吃，我以为你也一口。哇靠，两个妇女真能吃，都是一口一口，像我吃最少要三口。妹妹你还没走呢，你们还不走啊？把妹妹抱抱里。好香，这多少肉啊？四斤啊。你还差不？四斤肉啊，兄弟们吃饱了。可以，还把这个油沥出来是吧？买就沥油的，不是你买的吗？忘记了。我买了，我又没用过。我买了本来就是给你们用的。我要煎糕吗？我不煎你。兄弟们开始造了啊！就我们三个人吃，我老妈不能吃，我老爸对这个不感兴趣。我外甥女就要吃那个年糕，对肉不感兴趣。我女儿对肉不感兴趣，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肉。我也是，无肉不欢。太嫩了，太嫩了。可以吗？大点，大点。啊，第一盘。你外面啊，什么送你？划算多了。20块钱一斤的猪肉，80块钱。要去烤肉店里面吃啊，要几百块钱的。那个大日子啊。老姐厨艺可以。必须可以。太小了，包都不好看。对哦。妹妹，你拿两片生菜呀、啊？怎么啦？要滚不开吗？爽吧！之前在烤肉店里面吃了200来块钱，都没吃到什么东西。感觉就没。同样的是我们三个人去烤肉店，真的是点了个套餐，200多块钱，啥也没吃到。大家看一下，我老爸刚从菜园回来啊，是个好男人，值得表扬。我老爸对这个烤肉也不感兴趣，哎，家里面只有我们三个人对烤肉感兴趣。结果你又咳嗽，不能吃太多。我咳嗽哈，不能再吃了。